那我们现在烧烤这个是日本 A5 和牛，也特别选用 BMS 12最高等级，就是油花最丰富的顶级 A5 和牛。美丽的大理石纹油花露出粉嫩色泽，放上烤盘散发油脂香气，烤到七分熟就是入口最佳时机。这家高档餐厅选用的是日本 A5 和牛，油花较多，而且分布相当均匀。富客银座烧肉名店呢推出的和牛套餐，一个人呢是1.5万日元，约新台币3300元，以日元来计价，用完餐后可以直接拿日币来结账。台湾人爱吃日本和牛，标榜不必到日本就能吃到顶级 A5 和牛烧肉。细腻的烹调手法，无论是厚切炙烧或是切成薄片做成涮涮锅，都各具风味。我们有特别去日本做考察，对，那里面包含了8道的日本 A5 和牛，对，那除了生牛肉的吃法，当然有我们最专业的烤肉的吃法，还包含了火锅，然后用涮的方式，这样子可以用日币来做结账。被誉为梦幻肉品的日本和牛，近年来在台湾掀起热潮。自2007年日本和牛解禁，出口到台湾的数量节节攀升，2022年更突破1000吨大关。根据东京海关资料统计，去年生鲜及冷藏牛肉出口量是4219公吨，较前年成长13%，出口金额也成长了9%。而单看从成田机场输出的牛肉，台湾就是最大出口目的地。台湾的这个和牛进口还是属于这个高档餐厅，甚至是米其林餐厅采用的这个食材，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呢，这些高档的金字塔的顶端的人的收入并不会因为这个和牛贵而不敢买，反而相对来说他们更成为一种社交或者是所谓的生活品质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日本和牛不止外销台湾成功，近几年也在其他国家攻城略地。不过日本家庭却越来越少在吃日本和牛，甚至有超市直接下架，消费疲软，批发价更降至2020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准。在东京市场，最高等级 A5 和牛7月批发价每公斤2377日元，较去年同期下跌7%。和牛买气陷入低迷，原因在于日本当地薪资涨幅追不上通货膨胀，让民众不再选择昂贵的牛肉。那日币贬值影响的状况，就是让造成他们的消费都全面的紧缩，这样子不单对只是对和牛的紧缩而已，而是他们整体消费都在有紧缩的状态。对比所谓的日本一般的平价牛来说，其实和牛还是贵比较多的，所以有一些像日本的上班族啊，甚至这些小资其实是买不太起这样每一餐都吃和牛。透过这个日币贬值哦，和牛就成为一个外销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虽然在日本当地需求疲软，但和牛产量却持续增加。从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的最新数据来看，6月屠宰和牛数量是41679头，年增3%，连续18个月超过去年同期。饲料成本居高不下，畜牧业者反而偏好养殖能卖出高价的和牛，出口到其他国家。就是饲料增加，劳工成本增加嘛，所以我当然不愿意，就说我当然愿意去配合和牛，高单价才能吸收你的高成本嘛。但是高成本，你高单价吸收高成本，要看需求面能不能撑住啊？如果需求面撑不住，你只能靠出口。比较高级的肉品不是全面的外销，那日本本地剩下的就是大家消费的，就是比较价格合理、物美价廉的国产牛。他们把日本和牛当作很重要的外销产品。受到通膨影响，日本顶级食材买气锐减，和牛批发价4年来最低。不过对台湾的餐饮业者来说，进货价不受影响，因为国内需求仍在高点。但日本本地高级和牛越来越不好卖，业者把目光放眼海外市场，让日本和牛成战略性出口产品。 TVBS 新闻黄冠伟、刘彦轩台北采访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